因为我们要游湖之前，我们会到一个小吃店，那个在地人请我们吃东西嘛。所以是到在地人有一个喝满汤的，就说哎、欸，那个你大根啊，啊小钟来来来拍照，讲话很不客气哦。对的，我们哦好好就拍，我们讲说就，然后来找了哎、欸。你是跳那个有氧的那个潘若迪嘛？来拍照拍照，然后要拍照的时候呢，因为老师感觉很 man 嘛，然后那个男的喝的有点忙，要一抓就直接抓摸他的胸，嗯，我本来以为他会直接一拳给他嘛，对，他说我就把他舒服，舒服，你叫畜生，舒服什么？